等远去的风吹落了流星，就奔向你最美的天际。它为什么现在这么黑乎乎的呢？还有点绿乎乎的。播报一下时间，早上的5:42。我们两个现在要坐车去盖特维克机场，去飞爱丁堡。为什么我们要打车呢？并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很奢侈，是因为今天全英铁路罢工。我们今天在爱丁堡走路行程中，要罗杰名儿。爱丁堡就这点好，什么都能走路的。我认认真真打，结果他关门了，太不给面子。爱丁堡第一站，这是爬大楼梯，爱丁堡城堡。糖果罐里好多颜色，微笑却不甜了。你的某些快乐，在没有我的时刻。中古世纪的城市里，我想就笑呀，因为我没有外在笑。爱又不再眷恋大海，可以飞更远，远方传来风。虽然说爱丁堡的慢节奏很好，但是有的时候有点过慢，就是我们两个在吃饭的时候都是饿死的状态。他们昨天赛百味都那么慢，赛百味都很慢。我觉得挺好喝的。我想在这个角落吃。没吃吗？不是好甜吗？嗯，有点甜，有点甜。说实话，累成啥味儿了？是。哎，后面的天超级的好看。能看出来肉的请扣一。
但是无所谓，就是冬天最后这么一段时间，赶快抓紧。之后等到开学了，我再减肥就好了。Can't hold it back for love. String in love and love for this sweet, sweet. That's the head. It's big, right? Yeah. We're now coming is called Victoria Street.据说这里是《哈利波特》对角巷的灵，就是原型。侧脸，笑一个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好来，丢人了！小狗把自己的球滚到那个土里。嗨，猫它真的在那儿，你俩长得真的很像。大家都说哦，拉布拉多，大家都说它长得很像大狗。你回头，它也在看我，你也回头，回头。大家觉得他俩像的请扣一好吧。